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天爷给我们很棒的30分钟的天气。我们在里面一直担心会下雨，那结果的后面用服装秀已经因为疫情呢、影响我们已经停办2年了。那今年其实很感谢各位 model， 就是早上一大早，就是早上天气超炎热的，那在冒着有点生命危险的角度来走这场秀，所以但是感谢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装秀，刚好下雨，还好。就是感谢大家来参加，然后也希望明年我们还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。然后今天真的是蛮辛苦，而且还好老天最后这个半个小时没有下雨，因为不然刚刚雨很大。谢谢大家来参加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身体保持健康，谢谢。